早前我收封告密信，话有人利用卧底行动漏洞，进行一啲非法嘅勾当。卓凯做嘅嘢同黑社会冇分别。我想阿兜佢有跟嘅。U.C. 同他嘅关系越好，越容易揾到罪证。我唔可以同你喺埋一齐。台庆剧《师徒行者三》今晚8:30，翡翠台。